现在阿元跟大家分享吃铝箔纸，不要小看铝箔纸，铝箔纸可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。像这个是阿元常用的这个品牌，好，我们撕一小段。OK， 那经常呢就这样子，但是你会看到一些比较不熟悉的人无法撕的这么平口这么顺利。举个例子好了，像这样子，会发现第一个这边不顺，第二个一样，这边比较凸，这边比较凹，甚至中间凹两边凸。其实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这是因为在撕的过程中，这边手捏进去了，也就是说，其实在捏的时候必须轻轻含住边缘，而不是捏下去，